对啊，我暗恋他。无聊。爆炸了，出大新闻了！哎，快快快！ ZGDX 的双 C 是不是已经好上了？之前就觉得不太对，什么妹子？我觉得眼神骗不了人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。 第一次在 MVP 陆思成称赞他很强，锤热眼眼角柔和唇边带着淡淡笑意。哇塞，童谣鞋被小胖踩坏，被陆思成爆起来的那张经典动图必不可少。你看这个，还有这个啊！哦，两个人第一次去看电影被粉丝干梗，童谣仰头看着陆思成，粉丝迅速扒出两人恋情时锤满。哇塞，我绝了！我看什么呢？嘉年华的事上热搜了。No！给你看照片。刺激吧！我的妈呀，这嘉年华这么好的事儿都不上热搜。 这怎么上了？我们战队双C什么时候在一起了？本战队经理表示没人通知我呀。哎，通瑶，咋回事啊？为什么我们战队的人知道的比竞圈养殖场上的网友都晚？哎，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偷偷摸摸这些小动作的？蛛丝马迹可以掩藏，但是看人的眼神骗不了人。什么眼神？网友真的堪比福尔摩斯啊！ 要么就是两个人的绝对在一起了，要么就是成哥单恋 smiling。哎，童谣，我们不敢问陈哥，你快点说，已经有网友打赌要倒立吃翔了都。<笑>哎，你看这个，这是啥？哎呦，这只眼睛里面都快淋出水来了！我的天哪，哇塞，这也是 P 过吧？我看到我要吐了，我要发给我妈观赏一下。 夏天到了，又到了你大儿子一年一度发春的季节，往年他隐藏得很好，今年大概是没有。大半夜你们在吵什么？不让人睡觉啊？竞圈养殖场有人说你暗恋童谣，明明是说我们苟合了。不啊，楼主妹子说了，从你的眼神能看出来你暗恋童谣。童谣在看比赛，你在偷看他。嗯嗯，对啊，我暗恋他。 无聊。啊！哦，哎，不就开个玩笑吗？有没人真说你们在一起了？哎，我的猫猫已经无药可救了。放心，有我在。 你脑子出去换一换吧。啊？哎。这世界很酷。